今麦来探讨台湾建国的模式。好，咱来以古巴这个建国的模式来看啦哈。美国跟西班牙在一八九八年的4月25日宣战。啊，差不多三个月后尾，就西班牙就投降了哈。那么，因伫12月70签这个巴黎合约哈。西班牙放弃古巴，哦，这跟台湾盖类似。哦，啊，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美国。哈，啊，这美国协助古巴伫1902年的5月20日独立。哦，想早独立，结果。连咪到迄个卡斯楚用共产主义入去渗透颠覆政府，吼、哦，甲美国所扶持的这个亲美的迄个政府，甲并掉去吼、哦。但是古巴尾啊，你看，因即马生活，迄个美国甲经济禁运，甲即马，所以因的经济足落后的，吼、哦。啊，无古巴生产蔗糖，迄阵蔗糖国际价格足好的时，吼、哦。结果因古巴会当卖足好个价格出去，结果因为禁运的关系吼，所以因的一寡民生物资拢足欠缺的。OK， 好，啊，咱用古巴甲台湾的境遇来比较啊，拢是因为签订合约被放弃，啊，但是放弃拢无收获过，好，啊，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啊，台湾靠近地位未定，是还没有走到最后决定的地位了哈。啊，这两个差别在哪？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才可以独立建国。啊，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靠近无法度独立建国。啊，所以美国反对台湾独立，这原来原因之一。第一，这是人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要哪独立出来？啊，进目前迄个我美国军事占领中，啊，你拢还袂提钱来赔，提现金来赎回台湾，你就要搞独立成功出来，吼、哦？美国绝对无答应，吼、哦。OK。迄个是殖民地就可以。二次世界大战煎熬，本来。国家都50-60个国家，即马变甲190几个国家，迄拢是殖民地。无，迄无，迄无，迄无。啊，因是殖民地，啊，美国原底去拍西班牙，就是要让古巴独立的。意思是安尼，我本来就要让你独立的，好、哦，要让你建国的就对啊。伊。要把西班牙的势力赶出北美洲嘛，啊，所以讲到冠冕堂皇，讲我把西班牙赶出去，啊，要让恁古巴独立，啊，伊想讲安尼古巴会亲美，结果无想到出一个卡斯楚，好、哦，啊，了解无？来，啊，咱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啊、哦，巴黎合约哈、哦，美国从西班牙取得菲律宾。受制于菲律宾反抗军游击战、哦、菲律宾有独派，这个游击队、哦、反抗军就是独派。菲律宾的独派不是去骚扰美国的军队、哦、去打美军、啊、对、啊、就是因为菲律宾有2000几个岛啦，啊，伊若只甲你游击战拍败，就走去另外迄个岛，啊，美军要甲追剿，迄拢全丛林啦。迄个时阵，菲律宾就种要搁拢丘陵地啦，吼，啊，拢做个山吼，啊，无法度机械化快速部队去甲追剿，吼，啊，所以又闹到尾啊，伫1937年，美国同意菲律宾，互因10年的自治期，讲，你搁我管10年，吼，啊，我甲恁的这个国家的迄个统治系统创个较好势，较高哩，啊，结果无想到讲。在这个中间的1941年日军攻陷马尼拉，这麦克阿瑟上这兵这一世人吼、哦，
最无民主的就是伊伫菲律宾做总司令的时候，去日本发动迄个珍珠港事件哈。啊，共迄个时间为高雄屏东的机场用临时战斗机飞到马尼拉的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甲伊的空军拢灭掉。所以伊无制空权了，无三个月就规个菲律宾去予日军兵甲占领。啊，所以伊甲菲律宾的迄个总统做伙撤退去澳洲。好，啊，伊要走有讲一句的，我必将再回来。好 ，OK， 麦克阿瑟。喂，有安尼哦，哈哈，所以麦克阿瑟作册台湾人就安尼啊，唔该叫迄个臭头来甲咱管，哦，这是作毒的吼。我想我那有意思啦，因为伊是迄阵规个太平洋的迄个统帅啊，太平洋战区的统帅啊，哈，位阶比中国战区的统帅怎解就管？无，迄阵台湾军内底常用的就是高沙义勇军，伊敢那配一个翻刀，就你拢免娘死咯，伊入去山内就家己会当家己找生路啊，会当生活啊。啊，因为咱的高沙义勇军拢有抗体，伫丛林内底蚊啊叮、虫咬拢无要紧。迄个日本兵去南面作战，拢爱对伫迄个高沙义勇军后壁。因为伊反倒爱开路嘛，啊无物件通食，迷路拢爱原住民看星象坐标，唔坐标啦，迄、那个方向方位掠方位，安尼甲伊为丛林带出去。啊无你若无经验的人，你会住山呐，过袂出去，坐袂出去，嘿，戆戆坐啊。伊讲有人讲着魔神啊，有无？其实是你没有自己没有方向感，坐袂出去嘛。啊无你若罗盘有，哦像咱即卖手机啊拢有电子罗盘啊。哎，都拢会当处理啊！嘿，嘿，啊，就上惊讲落雨啦，落雨就真正无法度靠太阳的方位，啊，是星星的方位，吼、哦，落雨就较麻烦，吼、哦。啊，落雨就爱看原住民的，看山势，看水流，还、哦、有原住民的，因伫山地生活的方式，因的自救之道，哈、哦。啊，所以像。牡丹社事件，吼、哦，都琉球的渔民，因为迄个风台传染，啊起来，叫迄、那个，诶、欸，迄个台湾族南台湾的原住民杀掉去嘛，啊有，敢若有十二个是迄、那个汉人甲救出来，啊送去，互清朝政府，啊甲送转去琉球，啊，所以日本就起兵要来拍这个。牡丹社这原住民，结果伫这个啥物石门谷战场，吼、哦，还有一个通道，最还有一个迄个那万州溪啊，那位啊经过，迄一个峡，迄、那个算一个主要的狭窄的通道，原住民拢伫遐修掉了，伫遐拍足久的。啊，其实迄阵的日本的设备是较好，因有炮有枪，啊，原住民还阁用弓箭。但是原住民善于游击战，所以完了后日本兵吃足苦头了哈。但日本兵伊见识的真正是迄个钱下是，可能无超过六十个啦。但是破病得迄个可乐啦，得迄个疟疾啦，迄个蚊啊叮到破病迄个公司六百几个啦，哎，马拉利亚哈。啊，这就是因为来遮水土不服，啊，伊对咱遮个病虫无迄个抗体，啊，所以来拢是破病死的比见死的较济哈。好来，好啊，1945年九月初，日本啊8月15日投降啦，啊，九月初迄个是麦克阿瑟签的一般命令哈，但是。这个1947年七月初四，美国甲菲律宾，互伊甲斗三工，互伊建国成功，吼、哦。所以，你注意看，这个菲律宾的
国庆日嘛是七月七日，跟美国同款。好 ，OK， 啊，该注意哦。美国叫咱去年，还算前年，2010年叫咱伫美国华盛顿 DC 设立台湾民政府，嘛是七月七日。好、哦，这七月七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哈、哦。OK， 啊，该注意。啊嘛，叫咱伫9月8号，伫美国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甲咱成立庆祝酒会。九月七日嘛，着重啊，908。旧金山合约签署日、哦，所以美国咧做代志，迄、那个日期拢有意涵哈。OK， 好，啊，咱来看立陶宛建国模式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波罗的海三角国啊，就是立陶宛，伊有苏联甲并吞。好、啊，啊，伫1990年的3月10日，因咧民间议会家己开会了，宣布独立。但是迄阵宣布独立，无几个国家甲承认，因为迄阵还阁苏联军事政府统治下嘛，哈，管辖下。但是因迄阵吼，苏联军政府嘛咧办选举，但是因立陶宛的人甲抵制，爱投票率低于50%，这个所选出来这个总统。就没有合法的统治性，啊，对吧？就失去这个合法统治性。伊这个时阵宣布独立，无几个国家甲承认，但是因选举了，投票率低于50%，就纷纷拢甲因宣布独立，这个就开始有大个国家，尤其美国啊，甲承认，苏联嘛甲承认，所以因就独立成功。因为1991年9月6号完成独立，好、哦、啊，嘛已经加入联合国啊，好、哦，所以立陶宛因抵制选举这个意义哈，跟咱去年的咱的抵制流亡政府的选举，好、哦，嘛是咱想要学立陶宛，啊，有真侪人讲，嗯，啊，你无去投都拢要国民党退啊。其实，咱若即摆唔讲，拢要一直拖，愈拖就是愈好。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活命活愈久啦。如果咱这个立陶宛这个模式抵制选举，咱若伫民进党拄成立，吼、哦，咱就咧讲啊，每一年拢甲降2%，25年就50%，对不？唔免啦，一般的投票率拢嘛到75%呢。你若差不多15年，30%的，好、哦，就低于50%啊。啊，你有这个立陶宛模式来教育咱台湾本土台湾人，让伊觉醒讲，咱若把这个投票率低于50%，伊这个合法统治性都无去啊嘛。迄阵咱要要求美国提早给咱。接政权都有可能，因为台湾人请啊。啊，你看咱即摆足辛苦啊，但民众咱咧办演习营，吼、哦，要找人来听，无遐简单吼、哦。OK， 啊，你看，咱继续参加选举，投票搁一票搁互伊领30块，这就变相咧甲。等于咱咧甲饲的意思，饲好继续大汉，继续甲咱通知啊。你若歹开面选举，啊，其实流氓政府你甲看，就咱张秘书长讲的，美国入去占领，吼、哦，啊，伊拉克若咧办选举，美国应该会去开面选举，同款啦。啊，西藏流氓政府伫迄个印度的达兰扎拉，伊咧选伊的领导人。印度人民敢有去参加因的选举？在台湾人咧笑的，吼、哦，就是因为你认为讲你是原来中国人，因为你摕迄个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去投票所，甲领迄个选票，甲迄个票，伫自由意思的情形下，你当你喜欢的候选人落入票箱。开票的结果，马英九对啊，迄嘛是恁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恁同意恁选出来，你授权予马英九来管管理家己嘛？恁家己授权的，你家己自认为你是中国人嘛？因为你敢若摕咧身份证去领票，你就已经声明讲你是中国人啊，对不？迄个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好，咱看这个琉球反环模式。1952年2月29日，琉球民政府成立，啊，伊嘛有行政立法司法，同款，叫美国的模式有三权的分立。哦，但是因所立的法，美国军政府若无佮意，可以失效，哦，叫你搁重改，改到伊美国军政府佮意。迄阵拄开始美军占领时，1948年到1958年，因个钞票是用美型个军票代表因当地迄个使用个货币哈。因无用，迄阵无用日元啊，嘛无用美金。哈，一直到1958年后，才开始用美金。啊，1972年还袂兴琉球兴，日本是琉球人买去日本本土。定义要出国，要用美国琉球民政府，哦，美国琉球军政府之下的民政府所发的这个旅行证件，哦，啊，现在我们已经啊开始向美国来申请这个旅行证件了哈，哦，啊，这个琉球人那时候定义是日本的境外，所以琉球人要去日本，要去东京啦，吼，要做生意啦，还是要去棒球比赛，都爱摕这个旅行证件，吼，美国军政府做发的旅行证件，哈。一直到1971年6月17日，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签订琉球返还协定。因迄阵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申请讲，请问我日本爱赔偿你美国偌济？你较要甲琉球？还给我日本，美国才开3亿2000万美金、啊，所以有成交，所以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一直到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返还给日本，啊，这属南洋岛，要注意哦，没有办理公投，啊，都没有，军政府说了算，啊，所以无公道。嘿，因协商的结果，我们只知道结果啊，是安那是这个数目，嘿，精密档案资料还搁落去查，好。好，啊，咱60几年来伫中国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下，吼，哦，足侪台湾人被教育成中国人，认同中国，吼，哦，这价值认同都错乱了，哈，哦。啊，你若办公投。自觉能够成功了，将变成统派的台湾，再被中国和平。所以美国不在那边在办要公投，哦，要公投都反对。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台湾地是我现在定掉的，所有权是我定掉的，啊，没拿现金来换回去，啊，你就要把这土地要把它分割出去，还是要买给我买出去，啊，这美国绝对无答应嘛，吼，哦。啊，你若公投，足有可能，若伫即摆台湾人拢头壳无清楚，吼，哦，有拢认同中国，这变统一公投呢，毋是独立公投。哦，即摆我即摆即个写是无写清楚。如果公投统一成功呢，若统一较得票呢？你看像咱即摆选总统，通牌嘛，就较得票啊。2008年嘛是较侪票啊，阁赢200几万票。如果若公投嘞，统一甲独立，结果统一的人较侪，美国都麻烦啊嘞。黑人民意啊，美国是以自由民主立国，伊歹势讲
用骑兵来拍，讲啊，迄人人民同意的，你是咧拍啥物？人民人因介意要中国管的，啊，你是咧甲管啥物？对不？伊的出手的力道就少啊，迄正当性嘛少，对不？哦，所以咱来家家拢台湾人80%拢认同台湾，安尼咱总讲要来公道嘛，较有赢面。你这看，就国际上这是你若公道，这是合法的啊！哦，国际那承认的是，你美国甲日本要插手就困难的。好、哦、，OK。啊，咱拢做爱独立建国的哈、哦。好，啊，那真正互你建国成功，你爱承担啥物责任甲义务啊？第一，当然爱纳税金，遐税金爱过买武器哈、哦，对不？啊。台湾人二十岁拢爱做兵，爱家己保卫台湾，吼、哦！啊，你著爱开钱来买武器。啊，你若还袂加入联合国进程，你爱自力防卫，中国有你并吞咯。你家己个国家，你爱家己救啊，家己顾啊。其他国家你也若无跟人签啥物防御协定，吼、哦！吼、哦，像迄美日安保条约即款个，你爱家己独立发展武力来顾台湾咯，吼、哦！其他国家无法律、无义务出兵甲你干涉，哈、嗯哦！你无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没有决议，袂使随便出兵啊，哈、哦，对不对？你要以当地文，当地文伊家己宣布独立，无几工一年就入侵啊，好吧？哦，尾下较联合国派维和部队落去维和，因为当地文是拢基督教的。的人较侪啊，啊西边这边拢是回教的，好啊，你当地你宣布独立，迄、那个时间点，你若武力无够强，你无得防止印尼来甲你入侵并吞，哈、哦，啊你是毋是爱继续作地无辜的性命？你家己还没有办法自力防卫嘛，哈、哦、，OK。啊、如果咱若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自治，第一免税，咱免进出口免税，免做兵，吼、哦。美国人爱来甲咱顾，对吧？即国防甲军费是美国负责，咱敢若省即军费一年差不多3-4千亿，吼、哦。啊，省落来即个经费通来好啊建设台湾，吼、哦。吼、哦，咱根本就免去发展遐重工业、啥物重污染的遐。行业，吼、哦！你看人澳洲，澳洲这个国家这么大，因都唔敢污染家己遐大的土地。伊所有的，伊真侪塑胶制品是有专利的吼，伊拢授权予台湾，因为台湾号称石化工业强国、大国，啊，伊授权委托你制造，卡去甲你买倒转去。污染留在恁台湾，吼、哦！啊，这石化制品都袂后袂臭袂烂，爱几啊十年，吼、哦！啊，所以这个政府有听少咱这个土地无？你都干那为这个伊的政策导向，伊干那叫咱拼经济、拼经济，叫咱认真拍拼、趁钱、交税金给伊开啊，吼、哦，对不对？啊，你干那顾拼经济都？甲政治管理众人事准交予伊，因咧拼政治，啊，咱咧拼经济，互伊开，啊，伊拼政治来管咱，台湾人头较歹嘛，吼、哦，咱家己爱觉醒啦，哈，吼、哦、，OK， 好，咱来检讨即届1月14日，你讲中华民国咧选总统，吼、哦，啊，咱堪伊咧选的，咱来检讨一下。哦，这个我头拄也讲过，咱台湾人去参加选举，伊干那为领摕伊个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去领票，迄个咱就输伊啊，吼、哦，咱就已经把家己个身份台湾人变作中国人去啊，哈、哦。OK， 啊，选前蔡英文打着美国对一个红线，哦，昨拄啊，这个咱秘书长有讲过啊，哈、哦。蔡英文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刚才李登辉在讲是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好不？
你还可以感觉到说，伊是为中国走来在台湾，好、哦，迄是流亡来伫台湾，还看得出来，有迄个味道。啊，到后边啊，去哩，伊讲台湾前途决议文讲改，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好、哦，这都讲个是打着美国的红线。台湾是美国的，啊，你当时啊你。阿边啊，你当时有这个权利，只是以前阿未做迄落啦，吼、哦，阿未做，阿未选到总统，所以美国无出手，无骂啦。啊，无以前，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这意思等于个中华民国合法化台湾啊呢，等于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啊呢。好、哦，哎、欸，那个小英哥讲。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欸、要跟咱拼管的吼。咱以后嘛是叫做台湾政府，只是进步点，还佫台湾民政府。OK， 这就打了美国的红线，因为国际战争外的提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流亡政府就要等于因家己的国家原地领土。啊，譬如讲，中华民国就爱阁转去到南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拍败，甲南京阁占落来，吼，安尼伊会当，就会当阁转去遐重新复国。OK， 啊是安怎？伫选择美国要帮助马英九，吼、哦，要甲帮伊助选来。拄迄个时间点吼，伊朗咧发展这个核武。啊，放声讲要封锁霍姆兹海峡，啊，以色列啊，放声讲要甲炸伊核设施，好，啊，拄啊，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日啊，拄啊过往，啊，新的领导人还袂出来，所以美军也足惊北韩的动乱，因为美军伊伫大概三个月前，伊有宣布讲，伊无希望同时发动两场大型的战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哦，欧洲战场，啊，甲太平洋战场，因为伊即马算经济较无遐富裕啊，吼、哦，伊无希望拍大型的战争，伊敢若希望讲一个较中型的战争，啊，甲一个小型的，安尼伊较好掌控伊的兵力的部署，吼、哦，较好部署了哈、哦。啊，拄仔马英九。美国需要这个台海两岸稳定哈，啊，马英九拄啊好，美国甲中共共同可以接受的人选，哈、啊，所以只有牺牲小英，啊，因为小英啊，佫打着美国的红线，哈、啊、，OK， 啊，马英九嘛有一寡把柄伫美国手呢，伊随时用直升机就会甲载走，像马克思安尼，哈、啊。因为迄是总督尔嘛，等于我所言，互你做啊，我若袂，甲你硬掉啊。直升机来五分钟就会当甲你载走。那么如果是小英呢？小英若你不是总统府做总统，你若要派直升机甲载走，哇哇，台湾人看你援手就极大呢。好，啊，所以美国尾啊选择何曼球调哈。OK， 好，啊，咱较理想的。建构台湾的未来的模式要安怎？哦，咱大家来看卖吼。拄我讲的琉球模式，好、哦，就是等于咱的日本母国，好、哦、，OK， 好。啊，你头的模式，好、哦，头拄我讲过啊，好、哦，只要你投票率压低到50%，好、哦、，OK。第三，就是咱即卖咧行的。美国军事占领下，台湾民政府的台湾主地，好。Okay. 第四样就是跟日本结盟为邦联或联邦，好，那联邦就像美国安尼吼，每一个州拢把伊的国防甲外交交中央政府落去处理，好，啊，伊家己州有家己的州的宪法。OK， 那邦联就较类似大英国血，哈、哦，
每一个国家尊英国女王为象征的迄个领袖了哈。啊，咱同款，咱台湾嘛是把日本天皇当作咱的象征性的领袖。OK， 好。迄个王先生，啊，转过迄个。啊，咱即马来讲即个政府的威信哈。日本时代，我迄阵做囡仔有定听阮爸爸咧讲，吼、哦，日本即个警察大人足威风诶，吼、哦，足有派头诶。那么，中华民国日本政府来了，已经毋是叫做警察大人啊，变警察，好、哦，啊袂咧较慢咧，啊即马。佫愈来愈变更差啦，佫较细啊！啊，即摆佫来连更差啦都毋是咧，讲号做你讲的插头，对。啊，即摆讲合法派遣的劳模，好、哦。好、哦，啊对，啊都伫咧地堡袂讲着歹者，个地堡啊，哎，更差啦了变地堡啊，就更差无样，好、哦，对啦，哎，歹者。迄个我都未去讲着，好佳哉你提醒，好，感谢。我咱民政府吼，执政了吼，咱就爱好啊，甲这个咱的民政府即威信，咱的公务人员吼，这个威信拢爱建立。咱若做了正，咱就该尊敬尊敬，好，即马就爱逆向，为警察啦，变警察大人安尼吼。咱来逆向工程吼，这代志大条。好，啊，这个日本时代有一个离藩政策啦，吼，啊，迄阵是要甲因为原住民以前拢讲讲较浓哦，但是你看以前咱进口介侪物件，拢好像番薯、番麦、番仔姜，吼。番仔花，吼、哦，拢番，啊，即拢好物件呢，好无？即拢好物件呢，啊，番石榴、番茄，好无？即拢好物件呢，啊，拢外来，你注意，外来物件拄啊一个歹，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即外来，吼、哦。所以新离藩政策，我意思讲，因遮吼，我们因遐1949年来遮武装难民啊，哦，因遮人过去，因较早来迄批，咱迄个228事件，甲咱台湾人的精英，甲要三万个，这三万个是日本政府开50年训练出来的精英，拢甲咱杀死，哦，这足夭寿，足可惜，这人才呢，这个个拢会当去咱遐度反抗。流亡政府的，因有计划，就是讲，伊知影讲，因三流的国家要来管一流的国家，绝对管袂落去，一定爱甲这高人抬掉，伊来较会当管理就对了，吼、哦。嘿，啊，足可惜，我足唔甘愿的，所以我今仔徛在遮，就是要鼓舞大家，赶紧甲政权摕掉，好好啊来改，甲因这个流亡。伊即个难武装难民，咱爱甲，因遮是反，因遮较是反啦，迄嘛外来，吼、哦、啊外来都十好都拄啊，敢若即礼拜，所以咱来重新给他教育，啊，我们也要把他当人看，吼、哦，对，慢一句讲个，啊，咱其实咱原住民是足优秀个，啊，咱伊是拢用污名化较济吼，所以咱来。咱原住民拢，咱家己爱自立自强啦，哈。OK， 好啊，另外一个草鞋兵啦，哈。这款兵啊，讲要来管咱迄阵的日本的，吼、哦。咱张秘书长讲啊，人日本兵伫遐接受因导航的时候，当是配个金丝丝，吼、哦。这拢有线条的，拢有够安尼悄悄哈。哦，这头拄啊讲过了哈。
台湾是麦克阿瑟跟你讲的，号称不成的航空母舰，哈，好，咱进台湾一家，其实即马张秘书长嘛讲啊，中国啊民国流亡政府利用电子媒体咧鼓舞台湾人反美反日，其实美国美日安保条约保护的范围，台湾海峡以东、巴士海峡以北，定义的包括台湾。你讲周边有事，那个周边有事就是咧指台湾，伊无明确讲啦哈。啊，所以有美日安保条约这两个咧顾台湾，这全世界上强的两个国家咧甲咱顾，所以阿强啊想要摕台湾，足困难的。啊，所以伊就利用卖叫政府的媒体。以掌控95%以上的媒体来咧制造仇日、仇美，哈。像美国牛，因美国有60-70%的牛是无用瘦肉精的，啊，因为30-40%是有用瘦肉精的，哈。啊，我个人认为讲，台湾会当进口啊，啊，你这两项拢甲进口。同款比例，原来60%，用65%是无瘦肉精的，35%有瘦肉精的。你来台湾，标示的清楚，让台湾人家己选择，看你要食对一味吧。好，啊，好，经济自由选择淘汰嘛，侪人买的就会生存，无人买的，那瘦肉精无人买，自然就淘汰，进口商就袂阁进口嘛，啊，毋是安尼？对啊。啊，这就是政府无能嘛。你若政府不是有咧检验，管制有好势，你迄微信若滴咧吼，人就唔敢。你就是无微信，你若红包塞了，瘦肉精甲你打讲没有瘦肉精咧，迄就是这个政府烂。好、哦，对啊，贪污啊，贪污以后就是清查啦。嘿，啊，咱秘书长甲美国请10个名额，要抬价加高。这台就哦，我后边大家乖乖啊 ，OK。啊，咱应该爱亲美日较对啊。人卖叫都遐戆的，迄数学都考48分的，伊就知影爱联合迄个中国来打压台湾。啊，咱煞袂晓联合美日保护台湾嘛？啊，咱对因咧仇美仇日，吼、哦，到人莫要骗你啊。哦，那么即马咧讲哦，中国偌强拄偌强啊，嘿，伊连伊迄，伊即马甲苏联买俄罗斯买迄个空壳的迄、那个，迄只讲要叫做斯人号的，还是，迄英文讲瓦良格号，我甲翻作瓦良公号啦，哈哈哈，哎，啊，真正良公你看，迄连。咱这数就不要做啊！要甲苏联、苏俄罗斯买，俄罗斯阁不爱买伊啊！四条鞋子都不要做，讲伊武器偌强，我嘛不爱信吼，对不？啊，若无咱这数，大家撸了拢危害，看伊外口做啥物歼十的飞行机，吼、哦，好，好，哦，啊，这张树好水吼，这是榕树。在成功大学里面那一张啊，有国泰人寿三一做他的 logo 嘛，啊，对吧？哦，这树根作用的啊，树根定作深的啊，这张树啊，这发展的非常茂密啊，啊，这根是盘根错节。好，啊，我给解释，这个国民党哈，他的根拢定在咱台湾，定到作深，咧助咱台湾的火。血汗，食甲油油肥肥，吼、哦！啊，咱大话新闻啊，啊，就头家来开讲啦，吼、哦，拢咧骂骂国民党，就是咧甲泼只树仔话，泼，敢有影响？无影响嘛，小损害尔嘛。那么咱民政府利用法理，咱来挖只根，一条一条甲挖断。哦，喏，
没有的，好 ，OK， 咱爱有，家己台湾人爱有志气啊。你存得比较黑了啊。好啦，好。对啦，吓啊！我即卖是用比喻啦，我嘛知影，年年春，哦，啊，即人遮大人可能爱二十罐，看会倒袂哦？唔免啊，好，好 ，OK。啊，咱农药尽量卖用啦，吼。咱台湾平均一个人一年拢啉九公斤呢，一年都用九公斤啦，九公斤。可能输中共了，哎，嘿，中国因那些农民吼，啊，都种了吼，收成卖了，伊买着假种子啦，啊，那个玉米长不出来了，好，啊，他就想不开去喝农药，就喝农药没有死啊，啊，然后就去轻生，啊，无来啉酒啊。迄出来啉酒，啉到假酒煞死啊！种子假啦，农药假，嘛吼，农药假啉袂死啊！啊酒啊假，迄啉死啊！嘿 ，OK， 好，啊，咱台湾有水无？美丽的福尔摩沙很漂亮吼。无，毋是去海边啊，这海浪有无？哎，东海岸摸唔到。美丽的台湾福尔摩沙，拢咧做人的基地。好，你注意嘛，这个郑成功来做反清复明的基地，对吧？啊，日本人来是南京的基地，好、哦。啊，蒋介石来讲反攻大陆的基地，好、哦，跳板基地嘛，伊拢讲基地、复兴基地啦，好、哦。啊，可怜的台湾。对吧？哎，啊，咱的基地吼，你看，遮水，啊，你注意看遮啥物东东，这九鹏湾、九鹏基地，这发射会站的基地，哦，伊这伪装做了真好啦，啊，只是台湾顶完平平就露出玄机啊。中科院在这边设了一个飞弹实验基地嘛，旭安对对旭安，那是东海岸这边，哎，这东海岸的这东海岸没有错，从牡丹进去，牡丹水库一直往里面，哎。加洛水啦，没加洛比。OK， 就希望讲，咱这个五羊赶紧伫台湾各地拢落去飘扬，这就是表示咱民政府已经执政啊，吼、哦，已经向美国军政府甲中华民国的政权拢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拢接收好势啊，吼、哦。啊，咱的楼顶，诶，六楼，你会当去六楼看，吼、哦，啊，是你位楼卡看起来看会到。哦，说了，吼、哦，本来唐我们拍开就看得到了啦，哎、欸，好、哦，插几个吼，哎、哦，未、歹，你余华东的迄个潘志宏副组长，我那足热心的带领哈、哦，好 ，OK， 安尼今仔讲到这，感谢，啊，还佫有四分钟。会当现场call in，然后啥问题，咱大家来讨论。嗯，看要安怎甲国民党联络到，好来。
这四十五万人，其中头十五万人三分之一拢战死。啊，所以日本战后，日本天皇有向因的日本的子民讲一句话：你若拄到琉球人，你爱特别甲尊重，因为伊是替咱日本的本土接受美国的一级的对啊，第一级的对啊，因为迄阵拍到日本国土就是琉球嘛，好、哦、有登陆的，无也无来登陆台湾的，那登陆台湾，咱嘛爱死足侪人，卖讲这卖讲偌济啦，死十分之一，迄阵咱台湾六百万人，都爱死六十万人呢，好、哦，所以好佳哉。美国若算讲，伊若来登陆台湾，伊美军来死足侪啦。啊，伊来登陆较细个琉球吼，伊个损失较少啦，嘛死万几个美军呢，万几个美军。是，迄是挂受伤，那死伤四万多。嗯。各有啥问题无？那无啊无，咱今仔到遮吼，多谢各位，谢谢。车起来。行嘞。休困。